他们竟然公开贿赂专员，这样的团队有什么信用度可言呢？ 他邪真骚气，一个大男人穿这样的鞋。哎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关心这个？嗯，而且据我所知，这个宋康昊，他是个商业间谍，这个人曾经对我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，现如今已经立案调查。 什么情况？哎呦，莫名其妙！哎，大家先别走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呢。记者朋友们，先别走，请大家等一下，这其中一定有很多的误会，各位先不要走，我们会把事情调查清楚的，大家先坐下好吗？您是金泰源先生吧？哎，你干嘛？有什么事吗？ 我们收到了证据和信息，你多次行贿，操纵股价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？我们怎么办？给我的律师打电话。哎，刚才不还说宋康昊贿赂吗？请问您的公司是不是才是真正操纵贿赂事件的幕后黑手呢？这是诬陷，快给律师打电话。 收购拆拿出的股价只是第一步，如果宋康昊安定花接近秦岚，取得足够的资本量，那收购拆拿收益或是取而代之，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是律陈、子君，现在一心都在那个女人身上，根本不会再去主动贿赂中介。林司令，怎么会这样？ 吃里扒外的东西。 青兰，我们回家吧。回哪里去？今天真值得纪念。兴许宋康昊这次另有隐情呢。我没想到他居然会利用我。我。青兰。 跟我去见宋康昊，你为什么还要来？我之前说过他会出现，再相信我一次，证据在我手里，我能证明他是无辜的。青兰。 即便是要打要骂，你也当着他的面吧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他，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了。
他只是受人胁迫而已。商业犯罪活动也属于违法。中国警方会处理的。喂，等一下。 麻烦你接下电话。喂。哦，是，好，对不起。好，马上。哎，对不起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你，赶快去。对不起。 송강호 씨, 어떤 분이 보석 신청을 하셨습니다. 나와주십시오. 我去那边等你。对不起。你还会说对不起？你竟然会道歉？我只是不想解释这么多。少装清高了。所以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是一个商业间谍。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阴谋。我有我的理由。果然是宋先生，说话还是这么理直气壮。现在有一件事我可以确认，站在我面前的是个骗子。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 是不是骗子的心理素质都像宋先生这样好？还是你是他们其中最特殊的一个？能不能告诉我被揭穿的一刻是什么感觉？够了。你回答我。我只能说，以这种方式跟你说，非常遗憾。 사장님, 한국 경찰 쪽에 관련된 일은 앞으로 변호사한테 맡기시면 됩니다. 어떻게 발각될 수가 있어? 송강호가 작은 노라님하고 손을 잡는 게 생각났습니다. 전술진!
담배에서 뛰어내리려고 하는데. 兰姐，合同已经给总公司发过去了。啊？合同已经发过去了。啊？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机场呀？所有人等着你的安排呢。 怎么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来问我？公司买的是你们的脑力，不是劳动力。去收拾吧。别这样，别急啊。 宋康昊还没给你回信吗？别提这个人了。他难道真的是间谍？哎呀妈呀，太帅气了，是不是像电影《007》里面那种劫富使命的大英雄？能不再说这个人了吗？可是那……哎，有什么可再说的？每天除了那些臭脾气，他还有什么？ 第一次是班酒场，第二次是子俊，可是他呢？他真的有考虑过这些吗？回来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不想看到他，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。还真是，谁认真，谁就输了。 我们先回去整理一下行李啊。我想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？那天吧，其实。 不用了，你们谋划好的事情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更不用解释给我听。那我还能请你吃个饭吗？兰姐姐，东西收拾好了没啊？车子在楼下等。我们来做事。 我出去打个电话哦。
哎呀，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家都有点……我们去帮家人买漂白啊！我说完呢。你傻了，这种气象送别，你擦瞎我什么？哦，对哦。哎，你怎么那么懂啊？我也是有过去的男人，好吗？嗯，走吧，媳妇儿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你有什么黑历史吗？那个。 自己保重。 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。你走在你自己的轨道上，我回到我的世界里。我们吧，就这样吧，我走了。 我从来没有亏待过我自己。能伤害到我的只有……再见。再见。感谢幸运眷顾。 在浩瀚夜空，群星耀眼闪亮，宁静和谐自然，相互相依相伴，残月浓妆打扮，依旧无色暗淡，孤单的月。